好，接下来请大家注意，男子双肩每85公斤以下量级的选手带到我们来中央位置。跟着。正面预备姿势，正面双手跟握，跟握头筋，请开始。正面扩背肌，正面收大肌。背面双手勾二头肌，背面扩背肌，下面双三头肌。好的，选手请放松，请211号选手留在我们中央的位置，要马上进行的是1分钟自选动作。音乐请开始。211号选手，有请217号选手到舞台中央位置。音乐请开始。谢谢，有请带队官将这亮节两位选手带到我们下方稍作等待与休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有请带队官将男子双肩健美85公斤亮节的选手带到我们中央会议，谢谢。名次公布，第二名217号，为英明，代表苗栗益阳战队。北高雄第一名211号张文杰获得男子传统健美85公斤的冠军，恭喜你！好的，请选手们展现出正面扩背肌的动作。正面扩背肌，请开始。看一下我们的前方摄影机的位置。好的，谢谢，请带队关将该亮节的选手带我们来下。